弹性超级好，就拉给你看，几乎可以穿两个我了。你看我刚刚拉那么大，它都不会走光。然后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这一个岔位呢，我觉得刚好。如果你想再开的话，你当然可以往上开，但是基本上不用了，我觉得刚刚好。屁股完全看不到我们的内裤痕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压褶打得很宽，它的压褶打得很深，所以你现在看我，即便穿卡其色，屁股也真的都看不到，也没有撑，也没有绷的效果。那我的身高是161公分，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基本上小资一点的、高个一点的这一条裙子的长度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刚刚穿浅色超修饰，黑色当然一定瘦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呢长度我现在还特别下了小白鞋给大家看一下，有修身的效果。然后刚刚已经拉过了 S 号、M 号、L 号都可以穿。这边呢有经典的几个排扣，然后呢最厉害的就是它的压褶是深压褶。